比大比小，这有什么好考虑的？爱爱时疯狂女叫，跟爱爱时要喂她喝尿。硬要复合的话，会选择前任还是前前任？我不敢回答这一题。好痒啊，好舒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雅各。嗨，我小白。好，我们很久没有跟小白老师合体了，所以我们今天要来拍一支超废的废片，就是来快问快答二选一。有回答的不好，或者说觉得说，回答不是观众想要的答案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要被画脸。我准备了十题二选一跟五题简答题给小白老师，可是小白老师刚才临时抱佛脚，就是准备了五题二选一跟两题的简答题，是不是？对，所以他等一下由他先来问我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好紧张哦！你紧张什么？是你问我问题耶。第一题，比大比小，哪个部分？你的另外一半年纪比你大比你小。比我大，那比你小不行吗？我希望成熟一点，不知道有，就是可以让我觉得有一份安全感。你觉得你不够安全感？有一点。好，第二题，比你大比你小。啊，不是问过了？你的另外一半那边要比你大比你小。这有什么好考虑的？你应该经验不这么丰富。你嘞？我觉得比我大好了，赏心悦目。就是赏心悦目，不用用也可以看。对 ，OK。不过还是超过时间哈。好，下一题，第三题。你要另外一半脚臭还是狐臭？都很臭那种。秒钟，两秒。狐脚臭好了。为什么？可是还超过两秒，还是要画。哈，这样也算？我觉得脚臭至少穿着鞋子不会闻到，然后他回到家之后，他可以马上去洗脚。但狐臭的部分呢，像小白老师就是比较重一点。最好是，这是男子味。好，你们选什么臭？重欸，你们选什么臭？你会选狐臭吗？我会选狐臭啊。啊，为什么？就是有时候我会觉得那个不是臭啊，那个是你喜欢你的味道，香妃。然后我同学都会说，没有你今天没有味道我同学说那是自然味道。你自己要秃头还是幸福？那一辈子。秃头，我觉得男生还是要有性欲啊，就是要性生活，想靠的时候可以靠，想做的时候可以做。可是用其他方式也可以有其他性生活啊。你是说被抬起来这样？没有，因为秃头可以用假发解决。好像是耶。你看你那个朋友啊。谁？无尽的爱跟无尽的钱，你要选哪一个？无尽的爱。为什么？有爱可以一起打拼啊，因为我蛮缺爱的。那大家给他多一点爱哈。哭什么？最后一题，如果现在探探大便加尿尿在你床上，你会对他做什么事情？我会揍他揍他屁股，他都已经快一岁了，然后还在那乱大便尿尿，然后在我床上，我会揍他，然后就是非常严厉的斥责他，然后也大便在他的那个尿盆上。那你下一次会愿意把他带上节目频道上来吗？我觉得直接画好了。那刚刚我要画几秒？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我觉得有四，需要二十秒。20秒。跟你们说，节目高潮要来了，因为我真的准备了超精细的问题要来问小白老师。如果不当老师了，你会选择柬埔寨打工，或者是专职网黄？网黄，不行，一题一题的，反正大家想看他画吧。对啊，为什么会想当网黄？因为柬埔寨感觉你会失去身体的什么器官。但网黄还可以靠身体赚钱。对啊，而且可以快速赚很多钱。真的吗？你看大家都可以赚个几栋房子，栋房子。谁？等他退休之后，就是期待他可以当网黄。第二题是兴趣题，无法爬山跟无法玩水。好难啊！好难哇！好，你还是要选。我要玩水，因为大家都在陆地上生活啊。你也不能浮潜哦，你也不能到海边去玩哦。比起爬山跟潜水的话，我比较想要选爬山。OK， 对。好，第三个会选择怎样的对象？讨厌小孩而且很难搞的优菜 ，VS 个性融洽但是秃头且胖胖的普菜。第一个，因为他讨厌小孩，我可以自己带小孩啊。
你不行。我可以，我可以，我可以，我可以。只要长得好看就 OK。对啊，就是赏心悦目。那小孩的事情我自己解决啊。那他很难搞嘞，你们一直吵架，好像都这样子啊，不是这样子吗？你说你历任都这样。对啊。好，第四个性伴侣，你会选择哪一个？爱爱时疯狂女叫，跟爱爱时要喂她喝尿。二一。啊，你要被喂喝尿的？被你喂她喝尿。会不会？如果硬要复合的话，会选择前任还是前前任？二一零。我不敢回答这一题。不行，你还是要回答。可以单身一辈子吗？不行。好了，前任了，前任。为什么？我不要乱讲话了。然后第六个感情题，无法有小孩跟单身一辈子。单身一辈子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因为我知道你很想要养小孩。对啊，对。然后那就单身一辈子了。就我就现在就这样子啊，我已经选择了。好，第七个爱爱中的尴尬状况，你能接受哪一个？对方连续水屁还吐石榴，跟说要射你嘴里却尿进去。第二个，会不会可以了？会不会可以了？但吐石榴不行，不行。好，第八题，残酷题，不能爬山玩水跟不能爱爱。不能爬山玩水跟不能爱爱，不能。超过时间了，谢谢。第四题，累积四题。都很想要怎么办？爬山玩水是小白老师目前的兴趣之一。对。而且是非常大，可是爱不是，嗯，对，好，你那个脸不能爱爱，就年纪到了、啊。第九题会选择怎么样的死亡方式？靠枪靠到高潮死去，跟睡梦中自然死去，当然是睡梦中自然死去啊。可是你就没有享受到人生中最后一次的高潮哎、欸。然后别人来收尸的时候，可能看到，总是要为自己的後事著想。但你不都裸睡吗？可是我是很安详的盖着被子。的裸体呀、啊，对啊 ，OK 啊，总比自己可能旁边可能有大量的器具，是不是？对啊，还有大量的人，没有啦，大量人可能没有。第十题就是小小白出问题了，那你会选择哪一个？一分钟就射的早泄男，跟上阵时却是软趴趴男，都不要啊！哎、欸，我们是累积六题吗？啊，不管，算了，软趴趴之后再久一点他会。就是软的、啊，硬不起来、啊。那我应该会选第一个，他至少有硬起来，就有爽到，他有精力了。因为通常软的比较不好射，早泄男至少有射出來。对他精力了。好，简答题第一题呢，曾经最刺激的性爱地点是哪里？什么什么什么不行？时间到，好，累积七题。那我可以不回答吧？不行啊，那放弃再多一题。就是累积吧。你偷偷。最讨厌什么样的粉丝行为？一直传那种照片给你看。正常管道沟通的时候，就来传这个东西。哦，我大概懂那个意思。第三个是做过最危险的性爱经验。普通九题。这算危险吗？很危险呢、欸，摔下来会死掉。哎、欸，你这样大家就知道了。在18岁以前做过最后悔的一件事情，真的就是没有认真读书。你没有做过什么后悔的事情？例如说太早。可是说最后悔的事情，这是很真诚的回答。最后一个，说一个自己的性癖好。五、四、味道，就是你是味道控吗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所以你需要对方就是怎样的味道？可能是身体的之类的，就费洛蒙的味道。对对对。啊，结束了。所以我的部分画20秒，你的部分画18秒。好了，今天的快问快答就是问题，不知道大家觉得如何？然后也可以在底下留言。我自己偷，我自己偷。哎，你这个角度超好看。哦，好，鱼。我没有想到这么瘦，我们用长点，我用长点，哎、欸，不可以断掉哦。好，开始哦，好。怎么了？
你还有十秒，你只剩十秒了，你只剩十秒，还有四秒、三秒、两秒、一秒，什么意思？哎，这样画奶好像比较大。孙悟空啊，看得出来吗？看得出来。啊，十秒秒飞，开始。好，等一下，头痛了。我那个塑胶刮到它。好，开始。好痒啊！我。在画什么？太多了，太多了。Okay. 小白老师，哎，这样画好像比较好看哎。真的吗？那以后这样出场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那我再问你哦，你要画的好看呢，还是问你设计的比较好？设计的还好。我觉得画的比较好看比较重要哎。对啊，至少看得出来。这里有画白白的哦。有啊，他是眼白啊，他是眼珠啊。请观众们帮忙评分，这样子的美术作品跟这样的美术作品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就很谢谢小白老师，那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有看得出来，猴子，小猴子。你真的看出来？对，我现在看出来。很痒是不是？舒服，喜欢这个感觉。是啊，好恐怖哦！